我不是上街，开心点就好了。没钱就算了，我不能喝。有些一百块都拿得着，我不要找，我算了，算了，拿去吃。我都学生吧，就是我那个娃上那个，就上了嘛，中了啦。就我有好多，这一年纪大个，我不要钞票，管他亏不亏，买完就回来。这个黄豆一天晚上要磨多少啊？两斤不到。两斤不到，那您这样磨要磨多久啊？半个多小时。啊，奶奶要这样磨半个多小时。哎，你还是您来吧。这地方他吃了老远了，这个来我都有方便朋友去接哈。他说他晚上睡不着，怎么他说有这么一些学生，就是他这样做的话觉得很快乐，又锻炼了身体啊。你们看他好像就是天天在这个乐在其中哈。我不去，他叫我我不去，不喜欢，我还是做做一个开心。在那个地方没有活干，在他们下班，这我一个你孤单单说过来没有意思，我还得给他做做开心，做的不会做为止，只是要做下去。